在西域一个神秘遥远的地方，那里存放着上古文明的秘密，得到它的人将打开天空之城，重现上古世界。1000年前，一个部落的族长为了获得上古能量，带领族人闯入禁地，然而面对他们的却是他们九死一生得来的答案。你刚才说的那些人是西域哪个部落的？那是一个叫巫族的部落。我知道，他们的族长叫乌格拉布。乌格拉布不顾祖先的戒律，他欺骗了上古的守护神，窃取禁地的能量。亚雅姆，能说说上古众神是怎么回事吗？上古众神和他们的文明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后湮灭殆尽，这些你在我们的部落都已经说过了。是的，我们将上一纪元称为上古，历经万年，西域又孕育出一个全新的文明，许多部落和新物种诞生并繁衍。那就是现在的我们喽。别吵了，还让不让人听了？1万年太久，我就想知道那个乌格拉布后来怎么样了。乌格拉布自命巫神，他魔化了整个巫族，集结成强大的军队，四处肆虐。西域人民在巫神的上古魔法面前毫无还击之力，西域顿时犹如人间炼狱，到处生灵涂炭。格桑天女幻化成花瓣，从天而降，将巫神和巫罗们封印在多魔雪山。哇，太厉害了！那格桑天女也是上古的守护神吗？是的，谁？还神呢？不全都死光了吗？就我们可都还活着。我们不要嘲笑那个时代，不要取笑上古文明，因为所有的耻辱都是地球文明曾经的耻辱，所有的罪孽，这个星球上的人类都曾是同谋。如果我们不曾警醒，不曾改变，那样的时代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战斗，走了。亚拉雅姆，外面的天好黑哦。主妈，你看，黑暗中只要有了一些光亮，那就是方向。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蛮巴族还有西域很多的部落，为了告诫后人不要重蹈灭世覆辙，我们将上古众神的故事撰写成歌谣，由我们说唱部落的艺人们在西域游吟传唱。
朱妈，你在做什么呢？哎，亚拉雅姆，不是你教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采集一些当地的泥土放在这个珠子里吗？只是放在这个珠子里有什么用呢？朱妈，你身上戴的这个珠子叫做五彩石。我们说唱部落在西域各地游走，采集各地大自然的灵药，这是一种祈福，一种祝愿。猪妈，快过来，小心一点。那个缺口，消失，武神将带领我们重现上古时期。哇，这是这又是一个部落。你看，猪妈，植物部落很漂亮吧？嗯。但这一切耗尽了上千年，他们和这里的一切有着密切的连接。和花草、树木。水果有连接？不要小看花草树木，它们通过根系穿山跨海，在整个星球建立起联系。天上的鸟，地下的兽，水里的鱼，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网中相互依存。但是10000多年前，上古的那些神却要从这里脱离出来，建立起一个他们自己的网。这是一个冲突，一个对立。灾难开始了，抹杀了大自然，最终也就抹杀了他们自己。那他们自己知道吗？万物都有生命，不知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包括这些树的精灵也都知道，也都听到。
守候在此几百年，今晚星光暗淡，我夜观星象，乌云遮蔽了天女星座。昔日的西域魔王已挣脱格桑天女千年前的封印，从多摩雪山逃出。你们快快下山，去通知西域各部落，做好防御准备。是长老。我们立即赶回西格寺了。情况紧急，我还要通知其他的部落。先行告辞，慢走。那么杰大叔，哦，得礼，来来来，坐坐坐。扎西长老传话说，巫神在西域复活了，你也是为这个来的吧？是啊，父亲生前嘱咐我，遇事多向您请教。你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蛮巴族和你们多普族曾多次并肩作战，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巫神有什么可怕的？拥有上古力量的巫神太过强大，许多部落都被毁灭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避其锋芒，退守深山，躲避巫神。够了！你作为一族之长，怎么能说出这么懦弱的话？蛮巴族只有战死的勇士，没有屈膝的懦夫。要躲你自己躲去。那么杰大叔，我这不是来和你商量的吗？别激动，来来来，坐下说。你弟弟德普呢？哦，到乌嘎去了。乌嘎，不争气的家伙，天天在外面惹是生非。不是我们的战场。
父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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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起，别留下一个火头。醒醒，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啊？到时候要你小心点了。现在怎么办？废话，带着怎么办？拿走啦，小心。我就知道，只要有桑托拉在，我们想死都不容易。塔吉，靠惨叫是救不了你的，要学会面对危险。说的是，你看我前天面对进攻咱们村庄的乌罗，那是如何的英勇。可是我只看到你跑得好快，四个乌罗都追不上你。能活下来也是本事啊！我跟你说，够了，你们也就有逃跑的本事。乌罗肆虐的速度太快了，就在刚才，又有一个村落被屠杀了。我们必须尽快赶去西格寺，寻求扎西长老的指引。传说西格寺有个神谕，打开它的人就能找到消灭巫神的方法哦。塔吉，你是在说我？Thank you.
你一个人啊，很危险的。因为乌罗，我和爷爷在蓝巴族走散了。这位姐姐，你刚才说要去西格寺，我能和你们一起吗？走吧，你一个人确实太危险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朱玛。朱玛，你这条狗好威风啊！ 这些书里面有很多哲理、秘密、真相。一万多年来，多少人不顾自己的性命才保存下来这些书？因为每过百年、千年，就会有人要烧毁它们。知道吗？一旦禁书、焚书，下一步就是禁言，再下一步就要灭口。这里面每一本书。 都来之不易。扎西长老，哦，桑多拉，我知道，巫神来了，是吗？嗯，是的。巫神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就像这里的高墙一样围了过来。不要忘了，还有可以穿越高墙的力量。希望，1000多年前同样是巫神造成的浩劫，那时的西域也已经绝望。 最终却出现了一位上古神灵。格桑女神可是传说中的格桑女神，不是已经死了吗？传说还是历史？这么多字啊！历史就写在这里。刚才我们身在其中，浑然不觉。 真相要站得高才能看得清楚，历史要站得远才能了解真相。上古众神曾经创造过文明的巅峰时代。那后来呢？后来他们故意迷恋魔法，终于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上古大终结时，众神们封存了魔法，寻觅到两个还存有人性的神，让他们永远守护古阁。是的，然而有人闯入了古阁，他欺骗了心存人性的守护神，在古阁获得了强大的上古魔法。 就是巫神。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上古的力量来对付巫神呢？上古的力量，那就是你来西格斯的目的吗？在西格斯有一个神域，这才应该是你们来西格斯的真正目的。一个个让世人为之震撼的文明，淹没在岁月的尘埃中，一代又一代的人想要扒开那尘封的历史，探寻那往昔的印记。 这个神域在西格斯已经沉寂了上千年，如今灾难降临西域，我能感觉到神域也等来了开启它的人。
我来吧。什么反应都没有。小姑娘，你怎么不来试试？我去吧。舒玛，你来了。你是？我闻到你的气息，听到你的祈祷，感受到你的无助。我们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舒玛，谢谢你一直为我在西域各地传唱。你是格桑天女，你能帮帮我们吗？巫神又来了，我们祈求您再次拯救西域。一切的根源在古格，也将终结在古格。舒玛。在你的脚下，我太弱小了，我只怕做不到。发现乌云只需要一双眼睛，但要找到乌云背后的光芒，则需要心的透亮。待心上路，一切具足。去吧，朱玛，你能做到。什么声音？大家不要慌。这里有个通道，可以秘密离开西格斯，你们快走。长老，我朱玛，命运选择了你，要记住你的使命。桑德拉，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长老放心，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他。长老，我就像搜寻仇人一样去寻找睿智的朋友，所以我来了。千年的封印仍未洗净你罪恶的灵魂，整个西域都在传说西格斯的千年神域，让我看看。神域只是在等待有缘人的到来。他等到了。你刚刚弹的曲子很好听，请问那是谁写的？来自上古的音乐之神贝多芬。我参佛上百年，心中有一疑问，只等有缘人来解。原来有让扎西长老为难的事情，说来听听，或许我们能帮你解决呢。德族部落有一残疾的妇女又怀孕，她之前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有三个聋子，两个瞎子，一个傻子。村里面的人在争论是否让她生下这个孩子。这个不用考虑，把那个女人一起杀掉。你刚刚杀死了她，那个女人是贝多芬的母亲。不要把自己的好物强加于我。万物已有定律，即使把鸟的翅膀给了鱼，那也是鱼的灾难。我一定要胜天。唤醒沉睡的上古文明，在昔日重新缔造这个世界。即使受到千年封印的煎熬，也不曾改变我的梦想。追逐伟大梦想的人，扎西，你看到我的理想吗？你替我的奋斗了吗？欲望和理想混为一谈，欲望的尽头是无止境的贪婪，而你的理想，从众神的历史就可以看到结局。历史，他的历史由我来书写。上古的文明为了他，可以神斗，神斗，我有和我作对的一切渠道。如此的尸骨不化，我就让你死在自己的信仰下吧。还手啊扎西，和我斗啊。
放弃过了上。扎西，你可以收下，是一种胸怀，一种领悟，但我不像你，人我做不到，为了成功我只有残忍。加罗城情况怎么样？哎呀，我们这里已经是西域最后的安全地了，这是其他部落的难民源源不绝地涌进来。我们要好好安置那些难民。可是加罗城已经人满为患，我们不能再接受更多的难民。错！面对巫神，面对所有灾难，面对一切浩劫，只要是西域的子民，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加罗城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父亲，穆康家见到长老了吗？我去晚了一步，西克斯已经被巫神摧毁了。长老他，西域所有的同胞们，西域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西域饱受巫神摧残的子民，加罗城在向你们讲话。面对强大的上古魔法，面对想要奴役你们的巫神，加罗城已经成为西域最后的堡垒。西域的未来需要加罗城守护，而加罗城的存亡需要你们的支援。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滴水，风可以将我们吹干，土可以将我们吸走，太阳可以将我们蒸发。想要生存下去，我们只有汇集成大海，淹没所有来源的物物，让巫神面临我们愤怒的咆哮。同胞们，让我们联合起来，为家园而战，为子孙而战，为尊严而战。小心！谢谢你。您不是说唱部落的艺人吗？那个跳舞的小姑娘呢？在蛮巴族的时候，她和我失散了。蛮巴族，人们都在赶往加洛城，我希望在那里能打听到竹马的下落，但是我已经瞎了。老人家，我叫德普，我会帮助你的。年轻人，谢谢你肯对一个瞎眼的老头伸出援手。面对灾难，我们更应该相互支撑，相互搀扶，只有这样才能打败巫神，重回我们的家园。说得好，年轻人，会有人和你一起战斗的。先生，怎么了？站住！站住！马！战狗！是，是战狗！战狗！猪马呢？猪马呢？猪马！猪马，猪马，真的是你吗？原来雅母，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原来雅母，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了？没事的，没事的。我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我的心却能感受到你的温暖。如今西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许多部落被巫罗毁灭，你们多普族怎么打算的？多普族早已举族逃离，躲进了深山里面。先活下来总比被巫罗杀掉好啊。是啊，为了活下来，就在巫罗出兵蛮巴族那天，可以为了保存性命将我大兵带走。当我们回到族人藏身的地方，才发现整个部落已经被巫罗屠杀殆尽，族人的尸体被封印，灵魂被诅咒禁锢，不可解脱。自己的懦弱悔恨不已，错了，如今族人的灵魂在诅咒中备受煎熬，我要解救他们，这是我的职责。德
报仇，替我们整个部落报仇，救族人的灵魂。哥哥，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驱除了那个魔咒。哥，好好没有躲过悲惨的结局。能借用上古魔法的巫神太过强大，恐怕联合西域所有的力量也无法抗衡。但不管怎样，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为我的族人报仇。西格寺的扎西长老说过，我们还有希望。对，朱玛开启了西格寺的神域，格桑天女给我们指引了一个能消灭巫神的地方。是吗？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叫古格。古格是上古众神的遗迹，也是巫神力量的来源，在那里一定能找到消灭他的办法。但是相传那里就是人间地狱。我们别去了，还是帮忙守城吧。不，我不怕，我去。扎西长老说过，命运选择了我，我必须去古格。只要能杀了巫神，我什么都做。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搏一把。我保护你，朱玛。对，要去，就算死也不能放弃最后的希望。我也保护你，朱玛。放下我。还有我。圣洁的格桑女神，感谢您为我们指引了方向。愿您以宽阔仁爱的胸怀拥抱大地，为世人扫除阴霾，开启光明。这些被命运聚集在此的勇士，要前去那危机重重的古格。我们向您请求赐福，庇佑我们保持坚强的信念，庇佑我们永远无所畏惧，庇佑我们找到拯救西域的希望。这就是我的希望，重回古德，让整个西域重现上古世界。强过来，不是会发光的石头。不，不，五彩石中有格桑的人性，我们无法接近他。当他扫除了一路上的危机，人性也会消失，而那个时候，他将成为我踏上神明道路的灯塔。福特，去完成我们的理想，消灭那些劣等的部落，捕抓所有优秀的凡人，这个蛮王子的异类。你去加洛城做客，在那里迎接我的到来。哦不，是迎接神的降临。就要成为你们的一员了，在古德，我会获得你们所有的武力，我将比你们更加强大。但我却要面对拥有人性的神，是他的人性阻止了我成为神。一个神为什么要有人性这种杂质？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这都是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你谁？我就是你口中的上古魔法，我是宇宙间最古老的生命。我只是在各种生物的意识，只是几时盘活。那年在非洲的一个夜晚，是我让人类发现并学会了用我的魔法。从此，人类成了我最忠诚的信徒。人类需要光，我就让他们学会了掌握电。人类走得太慢，我就让他们发现飞上天空的奥秘。人类太弱小了，我就让那个头发乱糟糟的家伙发现了无穷的力量。一次又一次，人类都做成了最好的选择，成为了神的他们从不让我失望。一直到一万年前，他们竟然将我封存起来，他们抛弃了我。你说的对，神为什么要有人性这种杂质呢？现在一万年以后，我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你，你是骨骼，把我从人性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让魔法重现在这个星球上，我会让你成为最伟大的神。
住了，前面的路被一条蛮荒巨蛇占据了，无法通过。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可把命交代在那里了。时间不多，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我去引开那条巨蛇，你们趁机冲过去。不可，太冒险了。问题这么大，我们分开找，得派齐方力通。让我送你们下地狱吧！还想去古阁？不要，我去古阁是要消灭巫神的，不是要解除你们上古魔法。你们这些贪婪自私、满口谎言的人类，还让我再相信你们吗？你是谁？怎么会让我有这种感觉？我的钟啊！相信我们，相信我！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1000多年前相信了那个乌格拉布，结果他窃取了上古文明，害我被罚在此。为什么我还要再相信你们？你就是诸葛丽丝，对吗？你不相信我，但你可以相信他。诸葛丽丝，格桑，帮助他。还记得吗？我们被嘱托守护上古的秘密，因为上古众神中只有我们还有爱。因为爱，我们犯过错，但更因为爱，我们也会弥补，不是吗？相信他们，相信朱玛。格桑，格桑，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上了天堂吗？你怎么会来这地狱般的土林？上的年代，一切都在发展，但最终它凋零灭亡了，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你又将人类带到了这里。上次我们帮助人类，结果一同受罚，将我们化成永久的雕像。格桑他，乌格拉布挣脱了格桑的封印，上古的世界将重回西域。他们无法阻止这场灾难，我们可以帮他们一把。这又是你那人性的冲动？你难道忘了我们为什么会被禁锢在神坛上吗？朱格丽斯，罢手吧，我们已经付出的够多了。1万年来，我们一直守护这个星球不被上古魔法所污染，否则迎来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一切从骨骼开始，也终是要从骨骼结束。骨骼？难道你……啊，骨骼？是的，骨骼。我们可以帮他们，但他们必须接受心魔的洗礼。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贪婪者的企图了。Thank you.
果你们能接受心魔的洗礼，我们将在骨骼见面。孤狼后面肯定会跟着一群豺狼，不听，那我就不请自来了。只怕我来了，你们小小的加罗城还装不下我们的。
进去，我们飞进去。是灾难最大的敌人，最困难的时候或许就是最接近成功的时候。桑多拉，塔吉和塔丹他们都是西域的勇士，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别说了，人生的旅途都有终点，只不过他们提前到达，这次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相聚。如果我们打倒了巫神就相聚在天堂，输了那就是地狱。Grrrr!
谁说没有军？大伙都出来吧！已经没路了，我们应该到了谷歌的尽头了，大家快找找扎西长老说的希望。雕像，小姑娘，这一路你很聪明，凭借着格桑的指引就来到这个地方。看，这是唯一启动上古文明的钥匙，而它就在你的身上。来，我们一起将上古的世界呼唤出来，让上古的一切在西域重现。我是不会放出一个恶魔的，我相信西域也会和你抗争到底。you
一丝人气啊。我们一起误会上古巨人吧。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正在死。这才叫不愿意听话。让我们结束这一件毫无意义的杀戮吧。中马，不要听他的。你这个老东西。不要再犹豫了，小姑娘，做一个选择吧。不要把木材石放进去。这是多么的不堪言，就让伽罗城成为上古复兴的起点吧。神，请蒙上你的双眼，泯灭你的人性，将上古的力量传递给我。西域将由我来统治，古格将由我来保护，将由我来主宰。见乌云只需要一双眼睛，但要找到乌云背后的光芒，则需要新的透亮。乌格拉木，
再现的是魔鬼的世界，你这么做只会让10000年前的毁灭重演。天空之城已经降临西域，你无法阻止我实现这伟大的理想。理想？那只是你心中的欲望。我已经拥有了新的力量，现在我才是真理。现在在我眼中不过是个凡人。身为上古的神，却要帮助你们这些原始人类，就因为那一点点的人性。是您唤醒了神的人性，让他变成了凡人。现在让你去看看这位神的下场吧。心存人性，再用我的血和力，为骨骼唤醒你的朋友，阻止乌格拉布。上古能量消灭巫神，就让上古文明成为永远的传说吧。
话呀，猪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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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胜利了吗？